该怎么教他好的？要怎么教？怎么教他好的？要稍微掀起来。因为它蛋白本来是透明的，变白了，大部分都变白了，然后它就要煎一煎，煎两煎。这个蛋黄要散，蛋黄散的比较久，如果是被蛋黄那个蛋壳割，那还大，就被蛋壳割到了，它只有很大的多一点，直接翻过来。你要吃一边吃两边，看你啊。就会吃两边，所以就把它翻过。你要熟一点还是不熟？不熟。不熟，那不熟就我再煎看有没有漂亮一点的。对今天有三次录制。